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出生之后，我真的超喜欢他，他好像我，怎么可能？他好漂亮，他真的好漂亮，我真的很爱他，他很像天使，天使，应该是天使吧，而且他很香，所以他的妈妈就叫他小茉莉。小茉莉英文怎么 ？Jasmine。这个我吃的情绪，不好意思。我很爱她啦，她很漂亮。我真的，我前阵子有那个忧郁症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当然，这首歌是，其实它是。